大家好，我是 KK Trader。今天是周日，3月28号，2021年。我呢，现在这个是中文的信息，是在 Futumumu 这个交易平台上，所以呢，这上大家能够读一下。如果大家有这个账号，可以这个直接到这个资讯这儿，没有的话呢，可以 download 的，也是免费的。然后开户不开户的，存不存钱你都无所谓，因为我存过钱没有转上去，所以呢，我就一直在原来的券商。这个券商我发现它比较 friendly， 比较这个什么，你看你的行情一下就在这价位一下就能看得到，在这儿都能看见数字。而且都标着上涨了下跌的，如果是看那个微保的话就不是这么特别清楚，这些都是关盘价，然后它的盘后啊盘前呢，有点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呢，我就跟大家呢就用这个软件吧，就用这个富途姆姆的交易平台，然后呢你到资讯上就能看到这些，这个发布的消息都是用中文写的。一夜学习，美国 SEC 再下黑手，中概股重挫，回港二次，上市潮将至。然后说的这些美股三大指数周三表现波澜不惊，但中概股则遭受重挫，腾讯音乐、爱奇艺、唯品会等多家知名企业跌幅盘中超过20%。然后是这些股票哈，然后消息面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发表最近通告称，已通过临时修正以执行外国公司责任法案。HFCA Act 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分析认为，美国 SEC 正式通告意味着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将面临更大的退市压力。大家愿意读，再仔细读一下，这就是简单的概括。然后大家可以具体的根据哪一个股票再进行这个更进一步的深入的哈了解，在这上都有，所以呢，大家可以利用这些中文的信息来对自己个股进行更进一步的这个探讨、研究、战略、战术，是进来还是出去？怎么个做法？自己好好做一下功课。下周应该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走势，是否大盘能够回升，还是大盘继续下跌？我们都要期待，做好自己的判断。好像要出现W 底，现在很多人都被套牢。如果你的被套牢，你不是唯一的一个，大家都在套牢，很多机构也被套牢，很多机构也被套牢了。他呢，不是这种哈，这种，怎么说，用人工的，他是用这种机器进行这个操作的，还是怎么样？听说是这样，我具体也不是很清楚。我的也是被深度套牢了。那么我再让大家看一下我的账户吧。这个是我的 Roth，我是去年8月份进场的，转过来的。8月12号，我是8月12号转过来的。我现在还盈利
7.52%。我应该40000多块钱应该出场，没出场。那个时候我赚的是80%多，好像是82%。所以他在这儿说我还在盈利这么多，说我交易盈亏6835块钱。这个呢不一定对啊，不是期权交易记录 OK。 所以说大家都在赔钱。再说我的个人账户血亏血亏，我的账户进来的时候是47000，因为我最初的话也是进场存钱存过2次，然后我又拿回去多10000，然后我现在应该有47000，现在呢是赔了12000，赔了37%，主要是赔在这个重股，我已经把它出去了这个2000股，等待它继续下跌或者干嘛，我的还有现金，所以我就减仓了。这个是我的个人的账号的情况。我这个 Roth IRA 的 account 呢，这个是盈利 7.52%。 好多的博主 YouTube 博主啊，今天我也看了一些，多数都是红的。所以我在这里呢不算是太惨的，哎，反正也是很惨，心里也很难过，满仓满仓。但是呢我那个这个 Apple 我出来了，挣了1块多钱。 Apple 我出来了， Apple 跌了，然后呢它又涨了，我是119进去的嘛，但是在周五的时候跌到118，不想进场，因为这个大盘好像还要再跌1-2天，走到更低的位置，想形成 W 底。看一下这个纳斯达克的这个指数吧，这个还能继续走低还是怎么样不太清楚，因为连续拉了2根阳，是否再拉一根阴，或者是高开低走，或者是低开低走，再重新走条走到这根线都不知道。现在谁也不是大神，因为如果这些庄家用这些机器进行买卖的话，像去年，那么我们谁都没有办法进行这个预测。还有呢 SPY 走的也不错，大阳线，可是我们的仓位都是跌的，都是红的，没有变化。然后看这个 DIA 也还是走在高点，也是将近要冲破有史以来的高位。所有的指数，大盘指数都是不错的，都是阳线，看见了吗？都是阳线，对吧？可是我的个股，我的个股十字星，我的个股阴线，我的个股阴线。再看我的这个个人账户阴线十字星，这股阴线，这股阴线，阴线。再看这股阳线，再看这股阳线，只有2根阳线，但是我都是在赔钱的。所以说大盘还会怎么走，
这个 TSM 也在我的关注之下，但是不知道下周还会怎么做。这个阴线、阴线、阴阳线、阴线，所以说不同的股票有不同的阴线或阳线，这也跟大阴，我一直在关注它，然后这也跟阳线，我说过这张要大涨，又涨了，大涨的股票又涨了，不敢再追，不敢再追，这跟阴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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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线、小阳，这根阴线都是，这是能源股啊，再生能源股，这也是再生的阴线，所以各种股票不同的涨升幅度，所以说我们大家还要做好自己的功课，上你有上策，下你有你的对策，所以呢最近大盘我们都没法预测，但是会是将来会是逃命坡还是股市继续上涨，都是根据形势，都是根据庄家的自己的方向走。所以呢你看每只股票都是不同的涨跌，涨跌是吧，阳线阴线，阳线阴线都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市场呢我们没有规律可以循的，没有规律，就是说纳斯达克和这个道琼斯这些指数都是在高位，对不对？ SPY 高位拉一根大阳， DIA 拉一根大阳， QQQ 拉一根大阳，可是我的股票还是拉的阴线。所以呢我们都没主意了，大家呢还是根据自己的仓位，根据自己的这个买卖的这个点数继续的观望。有些人砍了就是彻底赔了，如果你没砍就是浮亏，将来再上去呢还能回来，但是如果继续下跌你的浮亏会越大，你先出场观望还是在低点再接进去，这个很难拿捏，我也是冒了风险割肉出场减仓了这个一部分，三分之一的我的仓位在一只股票，在我的 OPTT 上，所以都是在一种赌博也好，一种这个减轻这个风险也好，但是如果它继续上涨就等于踏空了，所以现在市场上比较难拿捏的好这种股市的这种走势，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再用这个大的图再看一眼，这个图再进行比较一下，这个 IXIC 它也是大涨是吧，也是涨，然后 DIA 也是涨，然后 QQQ 也是涨，然后呢这个是在金叉以上， RSI 在49，不是在最高点，这个在64，是 DIA 要形成金叉， SPY 也要形成金叉，看这些还都是不错的图形，可是我们的个股
我们的个股在这里，我的个股啊，是红色的在底部，这是这股，然后这个呢，是死叉还没有往上转，也是底部。再看这个 TTOO， 也是在底部，没有形成金叉。RSI 在39也是底部，所以很危险。继续下走还怎么样？这个是死叉在这儿，要往上走，所以也还是在底部。然后这只个股在这盘整，前些天上涨一下，我没出逃，我是在这儿被套的。所以现在这是金叉穿过了，然后现在还在底部，这个可以继续持有，然后到高位的时候把它出去。这个呢，也是在底部，底部继续向下探底，还是干嘛？不太清楚。这个呢，也是是否再继续下探，然后形成 W 底，然后继续上涨，不太清楚。啊哈，然后这个都是，所以呢，我的股票是这种情况，啊，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可以记载一下我损失这个浮亏的一些这个情况，也作为历史的一个见证吧。我们在这里浮亏浮盈的话，这是历史性的调整，还是这次经济调整的一些这个历史的记载吧。反正那么我交易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呢也不愿在这里给大家泼冷水，但是我们都要抱有信心。什么呢？股市一定是有风险的，股市有风险，投资一定要谨慎啊！因为呢，我们都不是大神，所以股市的好与坏，我们都要顺势而为。这个呢，就要形成金叉，这是 SPY 正在形成 ，DIA 也正要形成。这是日线图啊 ，QQQ 还在金叉的上部，所以呢，大家一定看好自己的仓位。现在我们庄家机构都是亏损的状况，如果你拿不住你的股票，如果上涨了，就等于真正的亏了。但是如果继续下跌，那么就意味着越亏越大。我呢，自己在我的这个什么 Russ IRA account 见到过吗？一个半月的 hold 一直持有，然后在这儿我都赚钱了，而且那只股票赚的也不少。这只股票是在这儿被套，然后这只股票是在这儿被套了一个半月，整整都是一个半月。你看这个日期，10月8号到这儿，11月20号，整整是一个半月。这个呢，12月8号到1月25号，记住了，大概都是20几号被解套的啊。我们现在是20几号啊，3月20几号。我觉得到月末应该涨一轮，因为庄家机构要分给，要发钱，发给这些他们要发的钱，比如说有些这个机构要在分发这个 social security 这个社会保险金啊什么的，他
们一定要在31号发钱的，它是否要拉涨一下。所以大家呢看自己的仓位情况，所以这个股市呢我们大家都是比较难拿捏的。那我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啊，大家还要真的很小心对自己的仓位。我别的不想多说了，大家都明白我的心意是吧。那么好吧，今天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观看，喜欢的朋友麻烦您点个赞。那么好嘞， Have a nice evening. Good night, bye bye.